他法文系，他很会法式热舞，我觉得很激情。我们可以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波波接地气》。大家回想起初吻呢，会是难忘美好的回忆，还是不堪回首的过去呢？我们今天就要上街问问大家，是否还记得初吻的感觉？走啊！初吻是什么时候？国中吧。那他可以回答吗？可以吧，没差啊。对啊，回去再算账就好了。17岁打工的时候，国三吧。17岁，来得太突然了。那也是6，高中毕业旅行。5年级，国小5年级。对，他不能知道。国二的时候，15岁吧。他第一个。都是彼此的第一个吗？哦，我在饭店当房务，他就在那种还没打扫的房间，然后就是抢我。那他为什么？精彩的感觉。哇，哦，完蛋完蛋，火药味出来了。你是意外吧？初恋就是意外，被凑合在一起就在一起。对你表妹亲吗？啊，抱着亲。你不是跟你表妹要不要亲到？啊，不是你哦，记错。继承谁？国中都会去一些很浪漫的地方吧，什么 YouTube 之类的。YouTube 是很浪漫的地方吗？所以你们是暧昧中就去 YouTube？ 我以为 OK 了，就说哎、欸、没了。可是有亲到哎、欸，不是吗？其实算是我赚到了。也没有特别感觉，因为算是被偷亲的啊，就说哎，捡到的东西，就很烂的梗，就亲下去了。对，没有当下是什么感觉？很害羞。那听说男生初吻的时候会勃起，是真的吗？真的，身体反应。跟墙壁差不多。最喜欢被亲哪里？我喜欢被亲鼻子。那你喜欢亲人家鼻子吗？对吧？可以，是女朋友喜欢就要亲。亲就是手臂那种。哎、欸，屁啦！腰吧。假赛啊！你明明就没有。他喜欢耳朵，亲人家耳朵，他就不要这样子，他就会很喜欢。真的吗？可是什么手跟腰根本是骗的。明明就有，你有亲过。人中最好可以突然再舔上去这样。真的吗？没有，中间玩起来很刺激的。没有啦，就那叫很难。那你们有遇过什么很糟糕的接吻经验吗？就是嘴巴太臭了，像呕吐物的味道，亲没多久，赶快推开，我说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那个嘴巴有点臭。第一次要亲他的时候，我在高雄念书，然后我就是毅然决然的，就是买最贵的高铁票，然后买最贵的蛋糕去找他，想要可以博得一个美好的一吻。他之前都跟我说接吻要干嘛的，就不要问，这样很不帅。然后我就凑过去，然后就亲到他的牙齿。然后他很生气，干嘛亲我啊？我要让你亲吗？然后我买蛋糕，他说我不会，我不好吃。好好笑哦，但是所以你不好笑。在意对方就是我刚涂好口红，然后可以接受跟他亲亲。可以啊，我超喜欢，我故意这样。你会故意吗？就要涂好再跟他亲。对啊，然后就会觉得说啊，你有口红好开心啊。你们愿意在荧幕前亲对方一下吗？然后亲多久都可以。哇。介意女生的就是饮料杯上如果沾到口红印，不会啊，赶快把它舔干净。哦，舔干净吗？很是没有那么大胆的想法，最好可以突然再舔上去的。哦，这我不行，可是感觉口红就是有化学物质，然后我们要配那个珍珠吃下去，我就觉得不行。喜欢舌吻吗？他法文系的，他很会法式热吻，刚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超会。哪有乱讲？我觉得很激情。心动不忙行动，我们今天现场就来一个法式热吻。我们可以开始。他有点太紧张了。大学以前，他跟妈妈嘴对嘴，不是吗？这很正常吧？那你有想象过就是初吻的感觉吗？应该跟妈妈亲的感觉不一样。废话。你说跟妈妈亲吗？交往两个吧。上一个是什么时候？1年半前，2年前。还好啦，但太单纯，那么像毒蛇这样。所以觉得是时候该玩一下Tinder了。也是一直有在玩，只是命中率很差。可能像我朋友他们一天就是5-6个，哇！我朋友他们都是渣男，一群垃圾。像什么？哎，渣男有什么行径？他们之前看我很可怜，会教我什么攻略啊？但是我真的看不下去。什么攻略？可以分享一下。说什么？你也可以先跟他聊天啊，然后约出来。然后说要不要休息？要么说用聊天去试探对方，所以还是要看那个聊天的功力。是啊，像我聊天功力就不好，因为很容易聊到女生不喜欢聊的地方去。聊动漫？你都聊什么动漫？很多人现在看的《鬼灭》什么《进击的巨人》啊。哦，好，没有神想跟你聊了。
IG 网友，他回我限动，然后就在一起就聊天。有时候 IG 不是很推荐吗？点进去看，然后就发现这人的 IG 很白痴，然后追踪他。所以你 IG 很白痴。听到好好听的歌会放，然后会对嘴。但是就是你用搞笑的方式去呈现，是吗？还是你没有在搞笑？我没有在搞笑。哎、欸，我可以看偷看一下你的 IG 吗？哦，可以啊，可以看一下。我很好奇。其实现在也很无聊。我觉得现在最好笑是这个。这个吗？他拿那个枪去射他女友。好烦。你怎么不拿自己的枪？什么什么什么？什么什么